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。首先准备上好的大铁锅，再来一个煎蛋，肥瘦相间的培根，加两根香肠会不会有点奢侈？比脸还大的手抓饼，象征性的来根青菜意思意思，是不是看上去已经很好吃了？只需要一点化毛膏守株待兔，高端的食材就自己上桌了。哈哈哈哈，甚至对诱饵意犹未尽，浑然不知自己已经是食客的盘中餐。一份新鲜出炉的手抓饼就做好了，这么多馅心动不？只要998，只要998，马上打包带回家。傅姨姨看我这么辛苦，给我个一键三连吧。